我们这边呢，今天有帮大家准备软体广播，你就进到桌面上的这里哈，点开，你会找到一个这个叫 Tide VNC Viewer， 点开执行它。那执行了之后呢，它会问你，请问你的 server 在哪里？白板上有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192.168.216.119，那密码只能三十五啦。OK。好，那如果你这里忘记了，假设你刚已经加入 OneNote 了，你往下走，我有摆在这里，你在这里也看得到，这样了解？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待会呢，你就可以把老师摆到旁边，可以吗？想看我的时候再把我拉回来就好。OK， 没问题吧？我现在做的话，因为会自己连自己。所以你会看到很漂亮的嘟这样，好，所以我先把画面还给各位喽，请你先试看看。所以我们希望给各位不一样的上课的方式哈。